一层就做好了。接下来还是一样，左过一右加二，重复这个步骤到最后一步，就变左过和右加一，就把这层做好了。一样都是四组拳。就这样把这些全部都做完就好，我把这边都做完了，最后一步左过二，再过一。这层的做法跟上面那一层是一样的，首先右加三，然后打扣，然后就是左过一右加二，左过一右加二。
我还是说过啊，这边我就没有做完。
OK， 下面还是一样，按照这个规律，左过二，右加二，左五柱圈，把这个结束就行了。到最后一步还是一样，就左过三，右加一，还是五柱圈。